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，忙着签名，留下你们的大耳大签名。哎，你呀，不要签，不要乱，不要。你就是怎样？是我们毕业典礼，对啊，然后呢，耶、yeah. ，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在我们毕业典礼的花，哇，很美又多，是不是？玫瑰花，哇，谁送的？哈哈哈，啊，谁送的？哈哈哈哈哈哈。现在呢，在等开始，然后已经很多人了，我把它 block 一下。是很无聊吗？当时你为模仿所谓的大人样，一切问题就会打烊。那些曾有过的狂欢，那些曾青涩的伤感，都会我们华校写出来是先学英，为我们颁发高中文理科文商科商科班的毕业证书，请校长陪同见证。现在一个一个上台领毕业证书喽，很紧张，那个心跳要跳出来了，那个水仙。一开始怕越靠近的时候，越觉得毛都要掉下来了。很怕人家就要去进口掉下来。什么感觉呢？今天？感觉就是我累啊，我熬夜哦，很想睡觉。现在睡觉，我昨天一点多还睡。哇，熬夜。然后五点半就醒了，我现在很想睡觉。那边什么感觉呢？毕业感觉。毕业快乐。毕业快乐。毕业感言呢？这边来讲一下。毕业快乐。哦，这个是在摇头，然后那个是很酷的一个男孩。俊祥哎。毕业感言吗？没有，可以来毕业感言。毕业感言啊，毕业快乐。毕业快乐，来芽菜。毕业开心，中堂。有什么毕业感言吗？没有。毕业快乐。OK， 跟我一样。各位，什么毕业感言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毕业快乐。廖小元、刘金怡、一二三，谢谢。
等一下不能回班，所以看我们。李满田。哇，全部第一层都是楼梯。看什么？送给杨伦的，很重啊，这个华工大师。谢谢你们愿意聆听我们的心声，一遍又一遍的开导我们。谢谢你们给予的爱与包容，见证着我们的成长，做到了真正的教书育人。请大家给董事会何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李万岁 ！And 奔向梦想。变成指尖，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牵住。